我就係要呢啲，我就係等緊呢啲，係啦。咁 Sylvia 咧就係、佢一手包辦曲詞編監嘅一位自知嘅獨立歌手啦。咁佢個首佢個專輯咧就係 Before 23。咁咧佢亦都攞咗新城勁爆頒獎禮勁爆獨立音樂人樂隊獎。咁咧係非常之犀利嘅女創作歌手嚟嘅。好，咁啊同 Sylvia 傾下偈先啦。咁啊今日點解會揀呢兩首 Beyond 嘅歌？係記住我哋今日都有致敬 Beyond 嘅元素啦，所以我問 Beyond 嘅問題啦。係，咁啊揀咗邊兩首 Beyond 嘅歌咧？我揀咗《灰色軌跡》同埋《情人》。咁就我見佢其實《灰色軌跡》我都覺得係一首非常好聽嘅歌，咁又好似好少聽到有人會 cover 唱呢首歌，咁所以今日就特登揀咗呢一首歌。除了呢兩首歌之外，我都知道你帶了你自己兩首的原創作品嚟喎。咁呢兩首歌是講啲咩，同埋叫咩名咧？咁除了致敬 Beyond 嘅嗰兩首歌之外咧，都會唱自己推出咗嘅兩首歌啦，《春之祭》同埋《好想放假》嘅。咁陣間唱嘅時候再同大家簡介一下個歌啦。好，咁啊交個台俾 Sylvia 啦，有請。好咁大家好，我是 Sylvia 黃燕雅，咁送兩首致敬 Beyond 嘅歌俾大家先。第一首是《灰色軌跡》，希望你哋中意。
有啲人就覺得佢有啲冧冧地嘅歌，咁但我覺得佢都有帶少少傷感嘅歌嚟嘅。咁啊，送俾你呢首歌 Beyond 嘅情人。主辦的嗰個 Head Performance 的呢個音樂會咧，咁梗係唱下自己的歌啦。咁我兩首歌咧都是上年自己再做翻獨立音樂人的時候咧推出的歌嚟嘅。咁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啦，同埋聽完如果覺得啊都覺得好聽喎，可以去支持一下。咁第一首咧就係講係春天的主題嘅，咁就叫做春之澤，就係講咧春天新的開始咁啊。先送俾大家呢首歌《春之澤》。天已經動人，世界正在革新。今
年带着曙光离开壮丽繁荣，感激当天那影你化作一份信心，即使充满伤痕仍旧带着我的天真。真心你那些价值应得起一切交替变异，不必懂我的孤寂，沉默也是我的本性。再不安感觉到适合，将以往全都消化，终于离开人可以吗？将那破旧制度格式化，今天我终于都可以破茧而出，这感觉多么好，终于离开束缚，在这春天开始摸索，你中心的世界可得。新的天已经降临，世界正在革新，今天带着曙光离开壮的繁荣，感激当天那景物交出两份信心，即使充满伤痕仍旧带着我的天真。没人对不安欢乐，谁能观看各种娱乐，当我清楚地出发，仍可为我的反驳，到了明白得失抉择，早已不再作假自我，终于离开都可以吗？今天我终于都可以破茧而出，这感觉多么好，终于离开束缚，在这春天开始摸索，你中心的世界可得，看着真的世界拥有更充盈态，这个新的世界跟你算是不败。
舉高你嘅雙手，好，咁啊，前司徒 ，thank you。